啊、YouTube 啊、Instagram 啊、Blog， 其實每一個平台上面嘅留言咧，我都會睇到曬嘅。就係因為咧唔係太多留言咧，所以咧一定睇到同埋會睇唔曬咯。咁我有陣時咧會將所有嘅頭髮盤曬上去啦。咁呢一個髮型咧都有陣時有啲留言咧問啊，其實係點整嘅咧？就一啲都唔難整，兩個步驟係得兩個步驟嘅啫。需要一把梳啦，喺12元店買嘅，亦都需要一包橡筋啦，咁都係喺12元店買嘅。最後就係髮夾啦，仍然係喺12元店買嘅。Step 1咧就係將頭髮分成一半，然之後咧扎兩條鬓邊。其實咧只係好簡單嘅三手鬓邊。如果咧鬓得太入嘅話咧，正啱盤上個頭度咧，前面會睇唔到嘅，咁咧正面嘅效果就冇咁好睇啦。揀透明啦，一係就揀同自己頭髮嘅顏色一樣，咁咧就好睇啲咯。Step 2就係將佢哋固定喺你個頭上面啦。我就特登揀番啡色嘅髮夾啦，咁夾咗上個頭度咧，都唔會話好明顯，成頭都係夾。確定兩邊條鬢邊咧睇落去好平均，就搞掂噶啦。我而家头发都未够长，条鬓边咧未上到顶顶，不过正面望都 OK 啊，所以咧想盘起上去嗰阵时都好好睇，望到呢一个鬓边嘅一节节嘅话咧，就唔可以将条鬓边扎得太厚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反上嚟咧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噶啦。